最新消息，各位观众，在台北市八德路，因为跟乘客起了口角，愤而开车撞死乘客的这名台湾大车队的司机，在刚刚在律师陪同之下到中山分局投案了。详细记者，我们连线记者戴秋荣告诉你。好的，就在七点钟的时候，撞死乘客的林渊成这名计程车司机，在律师的陪同之下，七点钟的时候从这个分局的大门口就绕到后方这个地下室，也就是现在您看到远景站岗的这个地方呢，下到地下室一楼这个侦查队的这个地方呢，来跟警方表示说，我就是林渊成，而且他说呢，撞死乘客的就是我，我是来投案的。那么事实上，由于他之前呢，曾经在案发的时候打过电话到这个台北县警察局的勤务中心，表示说他撞了人。不过呢，当时那个报案的电话其实并无法被认定是所谓的投案，因此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一来到看到警方的时候，首先他就坦承他自己就是林渊成，也就是撞死乘客的这一名计程车司机，而且他是说出了我要投案这样的字眼。那么事实上刚刚来的时候，他是穿着一件 T 恤还有牛仔裤，感觉起来这个打扮似乎还算休闲，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他事发之后所穿着的衣服，因为这两天来他是躲藏，尤其呢他手机关机之后就完全的失联，所以呢他和律师在晚间七点钟突然现身在松山分局大门口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一阵的震撼。那么根据了解他能够带律师现身到这地方，想必他可能已经跟律师经过所谓的沙盘推演，也就是说他来投案以及如果他躲藏，这两者的后果会有差多少，恐怕他都已经和律师经过详细的商讨之后，才会在晚间的七点钟呢，决定在律师陪同之下，自己来走进松山分局的大门口投案，而不是躲藏，让警方逮到。因为到时候整个这个判决的状况因为根据所谓投案以及这个所谓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是很有可能之后在判决的时候，有可能会来遭到减免他的刑度的状况。不过呢，他刚刚呢已经是由律师陪同之下，自己走进分局来表示说他是林渊成，而且他要来投案。那么根据了解初步警方的这个侦讯的状况，他已经是坦承是他犯案，并且呢他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死者质疑说他的行车路线是绕路的状况，那么导致两人激烈的口角，而且根据这名驾驶的供称，他是说当时死者有做事要打人的动作，让他感觉到是非常的生气，相对的也是非常的害怕，有受到威胁的感觉，所以才会一时冲动的情况之下来倒车甚至冲撞的状况。不过呢，从这个七点钟由律师的陪同之下呢，已经是由松山分局大门口来进入到一楼地下室的这个侦查队这边，由警方来开始讯问的状况。那么事实上呢，这一名司机他其实还加入在台湾大车队将近半年多的时间，根据这些车同行的车友都讲说，他其实个性是比较孤僻一点点，不过呢感觉上都还没有跟所谓的车友或者是他们队友甚至是乘客有过任何纠纷的记录，怎么会突然抓狂？根据他刚刚来跟警方的供述的笔录内容，他表示主要是因为这个死者也就是他的乘客来质疑说他为什么要绕路，为什么要走那一条路线，双方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执冲突，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个痛下杀机的状况。而且他认为说这个死者当时质疑他的时候呢，情绪是非常的激动，甚至有做事要来打他的情形，让他觉得是非常的害怕，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气愤，才会突然之间来开车冲撞这一名乘客。那么截至目前为止，警方仍然还在持续的侦讯当中。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先把现场交还给彭女士播。